咱们班的陆开同学就要和他的爸爸去城里上学了。在今天呢，陆开想和各位同学来告个别。来，陆开，和同学们说说吧。我就要跟着我爸爸进城了，可我舍不得离开学校，舍不得离开王老师，还有大家，我会想你们的。来，同学们。小胆儿，我就要带你进城了，你开心吗，小胆儿？不停，师傅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凯凯，你要赶紧忘掉你的狗。你是来城里边上学了，就不能像丢了魂似的，一会儿小胆一会儿小胆的。凯凯啊，你这是到城里边来上学，就不能跟在咱们老家一样，啥事都由着自己性子来，啊？拿上你书包。来，开开，进屋。俺妈呢？你妈妈给人家看孩子，等人家下班她才能回来呢。嗯。不过今天晚上他会早点回来，他还要给你做好吃的呢。
感受好了吗？燕子的姥姥说，人不管得了什么病，只要一死就都好了。爷爷，你好了吗？凯凯想你，你想我吗？你干嘛？我要把小胆装到书包里。爸爸跟你说，小胆咱们不带了，到城里爸爸再给你买个好的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就要小胆。快快，你们怎么走？要下雪了，不都下去。马上马上。那个火车上不卖狗票，咱到了火车站，人家也不让咱们上车。不，我就要带他进城。你怎么那么犟呢？不行，他就要小胆儿，我不见着了，这孩子怎么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小胆儿，小胆儿，我不见着了。非得带着小胆儿到城里给你买个好的还不行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下去吧，家里只剩小胆自己，半夜里关怀吧。怎么这么早就睡了？不开心呗。为啥呀？为啥？还不是因为那条狗，给它扔了它不乐意，来的时候哭了一路。哦，晚上我给孩子做点好吃的，给孩子弥补弥补。
孩子发烧了，你不知道？发烧了？我看他脸红红的，我还以为他睡热了呢。睡热了？哪会睡热？这屋里这么冷，赶紧拿条毯子过来。这在乡下从来也不生病，这咋一到城里就发烧？天这么冷，孩子哭了一路，能不生病吗？你们不用担心，应该问题不大，你们勤观察着点，给孩子多喝点水，好吧？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您医生。来，我来。谢谢您医生。好的，不用客气，多观察点孩子啊。那我去送送他。开开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不烧了。吃饭吧，乖。开开，等你病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去学校报到了。我把老师写的评语给校长看了。校长好像还挺满意。明天能去吧，乖。爸，我想给王老师打个电话。哦，对，应该的。凯凯，不敢出去，你病刚好。王老师，我是陆开。哦，陆开呀，你在那边上学了吗？还没有，明天去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，陆开？王老师，我来的时候，小蛋没有来。火车上不卖狗票。啊。王老师，我想求求你去看看小胆回家没有。好的，老师这就找人过去看看。陆开，在那边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。放心吧，王老师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。学校里有饭，你要放开吃。多收钱吗？不多收，咱都交过钱了。快看，妈，今天刘医生早班，妈得早点走了啊。放学了早点回来，别让大人操心。嗯。记住咱家车站的名字。
开。你叫朱。朱啥？朱亮。怎么是这个亮？我妈说名单的亮用的太多了。不过同学们都不叫我这个名字，他们都叫我银行家。银行家？为啥？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对了，你爸是干什么的？盖大楼的。哦，农民工。那你妈呢？你爸是干啥的？我爸是信用社社长。信用社？就是银行。哦，你妈呢？同学们，现在开始上课。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我妈开公司去北京打拼了，我每天都得给她打个电话。朱莉亚，你有手机？手机？我有好几个呢，学校不让带。那你用什么打电话？就用这个。他管打电话？这是电话卡，专打电话用的。晚点回去，拜拜。快快，没人了。陆开，你过来。电话卡就是磁卡，也叫 IC 卡。打电话时呢，先把这听筒拿下来，然后把 IC 卡插进去，然后就开始拨号。然后按这个就行了。喂，妈，我是朱亮。亮亮啊，想妈妈了吗？妈，我想你了，真的可想了。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挺好了。爸爸，王老师回电话了吗？哦，王老师回了个短信。狗自己会找食吃。过来帮我端端饭吧。哎，今儿上的啥课？来，给你爷爷念念。中了，中了。会稽一战，越国打了个败仗。哎，停停停停，会稽一战，不对吧？应当念会稽。不是，就是会稽，开会的会，你看。好，会稽会稽，这接着往下念。喂，开开哥，你是开开哥吗？我是燕子。哦，燕子，开开你电话。燕子，你咋知道我爸的电话？我姥姥找了很多很多人，很多很多人都说不知道。最后我姥姥找了美芳姐，美芳姐也说不知道，她就给她爸爸打电话，是她爸爸收住了你爸爸的电话。燕子，这是长途，快点说啊。我快点说着呢。凯凯哥，你知道小胆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小胆在我家呢。啥？你说啥？小胆在你家？你进城的那天夜里他自己跑回来了，你不要他了，小胆很伤心。在你家门口三天三夜，我叫他吃东西，他也不吃；我叫他去我家，他也不去。小胆，快点跑！快点跑，小胆！小胆，快点！快点买东西！小胆，小胆，小胆，快点
真的说话。可爱哥，小胆听见了。小胆，小胆，小胆，我是凯凯。小胆，小胆，你吃饭吧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接你。小胆，小胆，小胆，小胆。燕子，这是长途，要花好多钱的。凯凯哥，我姥姥说那是长途，要花很多很多钱。你要让小胆吃东西，我每天给你打。谢谢你，燕子。你要让小胆吃东西，我不要你信。小胆儿，你吃吧。小胆儿，你答应凯凯哥要吃东西的。姥姥，小胆吃饭啦！真的？燕子，不敢喂了，他会撑死的。别看我，姥姥不骗你。这猫是奸臣，可狗是忠臣。他就听主人那么一说，他就开始吃东西了。要是再晚些天呀、啊，他可就殉节喽。姥姥，啥是殉节？殉节啊，就是为了节操去死。主人不在了，他也不活了。哎呀，看着这小生灵啊，还真叫人挺难过的。姥姥，我知道了。小胆，你还是凯凯哥家的小胆。嗯，我只是问你，等凯凯哥回来，你还跟着他？你听明白了吗？咱俩只是朋友。小胆，小胆。燕子，燕子，拿着手电。哎呦，我的个小祖宗哎！燕子，你慢点儿，等着姥姥。燕子，燕子，你别追了，你追不上他，姥姥也追不上你。姥姥，小胆要去哪儿啊？小胆去找开开啊，他听到开开的声音了，可他不知道那电话能听几千里呢。哎呀，这再聪明的狗啊，他也还是条狗。走，跟姥姥回家。多少钱的都有，最低10块，你想要吗？嗯。你有钱吗？我带你去。我没有钱。你贷款不贷？贷款？是借钱。你要真想买，我可以借给你。借多少？你想借多少啊？借10块吧。好，你这叫超前消费。城里人都在超前消费，我这儿呢是每天1%的利息。1%的利息，
啥意思？你之前肯定没有借过钱。没有。人家的钱为什么要借给你啊？人家有利息，你借10块钱，每天就是1毛钱的利息，过一天你就多付1毛钱，才1毛钱，毛毛雨了，你借不借啊？让我想想，你借不借啊？借，借10块。买卡。嗯，买卡。走，我带你去。阿姨，买卡。买10块钱的。来，给。给。走吧。来，给。谢谢阿姨。9.8呀，这是劳务，要不是给他拉生意呀。睡觉去。我不瞌睡。那口水都流那么长了还不瞌睡啊？啊，我在等电话呢。这么晚了谁还打电话呀？走，上床睡觉去。这不是来了吗？开开哥，燕子，我爸爸今天回来晚了。小岛今天吃的可欢了，他吃了半拉馒头，一小碗糊涂。我姥姥给我炒的鸡蛋，我全给他吃了。小岛喜欢吃炒鸡蛋。谢谢燕子。小岛，你给开开哥说话。小岛，我是开开，我已经上学了，上的还是3年级。我们老师姓田，也是个女的。城里的课本和咱乡下的课本不一样，等我学会了再念给你听。小岛，我梦见你了，你没有怪我。你梦见我了吗？没话就结束吧啊，别浪费电话费。小岛，你要好好吃饭，我回去一定给你带礼物。喂，哦，燕子，开开，找你的。喂，燕子。开开哥，小岛这两天老去找你，他去了学校，去了春日家，去了树林，还去了你爷爷的坟上。燕子，那电话是要钱的，允许你说两句啊。两句，快说吧。开开哥，明天你早点打。好了。我才说了一句。说吧，说吧。
那不说话也要钱的。黑哥，小岛喜欢吃啥？明天下午你给我说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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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了啊。我今天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爸爸再见。凯凯，妈妈今天早上来不及做早餐，给你4块钱。2块钱啊，你来回坐车，2块钱你去买早餐，会买吗？会。妈妈先走了啊，注意安全，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废品抽钱，再便宜也不能给这个价呀。听说过几天啊还抽钱呢。3.5块，3块，来5毛。教你，听听有声音吗？有。那你拨号吧。对了，再按这个键。咋样？一拨就通，方便得很。接电话。喂，燕子，我是凯凯。凯凯哥，我还以为是我爸爸呢，你今天怎么打电话这么早啊？燕子，我有电话了。城里真好，凯凯哥一去就有电话了。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记性可好了，我爸爸的电话号码可长可长了，说一遍我就记住了。我的电话没号码。咋能没号码？我爸爸说了，是电话就有号码，一个电话一个号码，要不然电话乱跑就找不着家了。你的电话肯定有，你再仔细找找。我的电话是磁卡。磁卡也得有号码呀。燕子，小胆在吗？小胆吃完饭就去你家看家了，我去叫他，你等一下啊。燕子，你慢点啊。小胆，看看哥来电话了，快点去接呀。小胆儿，凯凯哥，你说吧。小胆儿，你好好吃饭了吗？小胆儿吃的可好了，我姥姥包的羊肉饺子，他一口气吃了4个。
开开哥，你不是说要给小胆儿念书吗？那你就快念吧。快点，该上课了。燕子，马上该上课了。放学了我再给你打。学再给我们打。陆凯，你这样剪不行。不行，学校不让剪。学校才不管呢。那为啥不行？你一个人剪多慢呢，你要收当老板，把你家买进来全家卖出去。你想想能多挣一倍。哎，就是。你还要画几张广告，上面写上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对了，还要开一家公司，你当老板，我当策划，挣了钱咱们三七开。三七开？就是你拿七份，我拿三份。比如说挣了100块钱，你要70，我要30。为什么你多我少？我是技术股，没投资。你让我想想。做生意嘛，当然得想了，好好想想吧，陆凯。陆凯，你是不是缺钱啊？还欠你的。行啊，老客户了。利息还是1%。你这是商业投资，利息是1.5%。不过咱俩是同桌，你又是老客户了，那就还1%吧。你让我再想想。贷款是大事儿，当然得想，不过你得快点，不然我就贷给别的客户了。我还是自己剪吧，不贷款不欠账，剪多少是多少。你自己剪也行，不过不能像你那样剪，马路上都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，你能剪多少啊？那咋办？你要到饭店里去剪，那里喝酒的喝饮料的多，喝完了也就扔了。对了，你不能拿那个塑料袋透明，别人看了会不让你剪的。那用啥？你要背个书包，剪完了放书包里，这样别人会以为你是来吃饭的呢。朱亮，你真了不起。你是老朋友了，我说实话，我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淘来的。我爸说想当世界银行行长就必须一步一步的练，那行长是好当的。凯，你要把听筒拿下来再插卡，不然没用。凯凯哥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和小胆早就准备好了。准备好啥？打电话呀。小胆儿，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？我给小胆儿都念过2篇课文了。
课文？你会念课文了？我骗小胆儿的，我要不说是课文，他不爱听怎么办？我念的是儿歌，小老鼠爬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妈呀妈呀你快来，我还念了一篇，小老鼠爬覆棚，吃麻花，就干饼，咯嘣咯嘣，他可爱听了。燕子，我们今天学了一篇好课文，是写咱家乡的，现在我念给你和小胆听。写咱家的？你写的吗？课文怎么能是谁想写谁就写的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是人家写的对吧？人家咋能写咱家乡的课文呢？燕子，你别打岔，您上学就知道了。那你念吧，小胆要念真课文了。朱亮，把我课本给我拿出来。小胆，你干嘛呀？你掉我姥姥鞋子干嘛呀？开开哥，小胆掉我姥姥鞋子。小胆又坐在鞋子上听，等他摆好了，我们就开始。念吧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火烧云上来了，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，大白狗变成红的了，红公鸡变成金的了，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，未出的老头子靠在墙根，笑盈盈的看着他两只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。开开哥，他怎么不说小胆儿啊？小胆生气了，你快念吧。一会儿，天空出现一匹马，马头向南，马尾向西，好像被人骑上，它就会站起来。开开哥，你怎么变成别人了？过了两三秒钟，那匹大马起来了，腿伸开了，脖子也长了，尾巴可不见了，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。那匹马变模糊了，打电话，他真能听懂课文吗？他当然能听懂了，小胆将来还要读博士的。哼，最好当行长。在上课之前，老师特别要对一名同学提出表扬。这名同学虽然刚进城不久，可是已经在很多方面比一些同学表现得要突出和优秀了。这名同学是谁呢？陆开同学，请你站起来。陆开同学，那你能跟大伙儿说说，为什么会去捡别人扔在地上的易拉罐吗？我，
我是因为……没事儿，大胆点说。因为小胆儿。小胆儿。哦，老师明白了，请你坐下来。以后你要多发言，多锻炼自己，这样你的胆儿就会大起来的。你也来接孩子呀？哦，怎么以前没见你来接孩子？今儿个下班早，我过来看看。孩子出来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好的好的，再见啊。回来，站着别动，站着，别动。这拿的啥东西？叫我看看。观察你好几天了，我们这是饭店，里头在吃饭呢。戴着红领巾不好好上学，捡这干嘛？走吧，以后不要来了啊。生啊，你今天能早点回家吗？我有重要事跟你说。要不我先去工地找你吧。就这吧。前几天我就看见他捡了一些废品放在楼梯下边，我还以为是学校搞什么活动呢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他只要是不影响学习，捡捡废品也有好处，至少让他从小知道钱来的不容易，还能锻炼锻炼他的自立能力，也是个好事情，咱不干涉。大禹西北高原，开河以西，过龙门，下潼关，水到三门峡，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。大禹给谁打的？开山神给老师吧。老师啥作业啊？用着打电话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大禹左脚插进斧子劈裂的石缝，右脚蹬住南安的石壁，猛一用劲儿，嘿，只听山崩地裂一声响，两岸大山一齐后退，哇，洪水如万马受惊，齐往下奔，翻卷的水雾把太阳都遮住了。小胆儿，你也喜欢听大禹神话？你要真喜欢听，你就叫一声。给狗念的。闹了半天，你是给狗挣钱呢？你被你卖了多少钱？6.5。那电话卡的钱哪来的？
我贷款买来的。贷款？胡说！你跟孩子家刚到城里，谁都不认识，你上哪去贷款？现在学会撒谎了你。真是贷款，人家凭什么贷给我呀？人家有利息，每天1%，人家为啥不贷给我？每天1%，那年息就是365%，这明明就是高利贷嘛，驴打滚的高利贷，这天底下有这样贷款的吗？你上哪贷的？我同学贷给我的。贷了多少啊？10块，不过我已经还了。那你还了多少？11。还365%，听起来怪吓人的。其实就是1块钱的事儿。那也不能惯着他，养成借高利贷的习惯。这事啊，我得报告他老师。俺同学说，这是市场经济，美国的学生都在做生意。俺同学说，他将来还要做世界银行的行长呢。凯凯，凯凯啊，你的狗真能听懂课文？能。我爷说，小胆有学问，小胆上辈子一定是读书人。你爷那只是夸小胆聪明，但是狗它听不懂复杂的课文，他只是喜欢听你的声音。爸爸不反对你打电话，但爸爸反对你给狗念课文。那么长一篇课文，念一篇得花多少钱呢？以后每个星期打一次，就用爸爸的电话打。废品不要再捡了，电话卡也别买了，安心的搞好学习啊。新环境，新老师，新同学，一定要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，别动不动就狗啊狗的，像丢了魂似的。那我不用家里的钱还不行吗？不用家里钱也不行。你知道你来城里上学多不容易，爸爸费了多大劲，找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钱，你学习搞不好，你对得起谁？凯凯呀，马上就放寒假了，到时候咱们回老家过年，你咋跟小胆亲热都行，好不好？寒假干脆把小胆接过来算了。火车上不卖狗票。我来帮你想办法。真的？嗯，走。小胆，今天开开哥回来，你高兴吗？我给开开哥打个电话。开开哥，你到哪了呀？哦，快到家了。好，我和小胆现在就去接你。小胆，走。小胆，刚才的电话是假的，现在我给你打个真的。开开哥，你到哪儿了呀？还得半个小时，20分钟吧。好，小胆，耐心等吧。Thank you.
猜，小胆儿。来，小胆儿猜一猜。小胆儿真棒，来。小胆儿，我答应你的，给你买衣服。小胆儿，城里的小狗都穿衣服，我也给你买了一件，你喜欢吗？小胆穿上真漂亮，来，我给你穿上。哎，不是。小胆儿，给我。小胆真棒，小胆真乖。小胆进来。小胆来，把我鞋子给脱了。小胆来跳，小胆真棒，跳小胆，跳小胆，小胆再来一个，小胆真棒。走吧。小胆儿，小胆儿上来，上来，小胆儿。这是干啥呀？咱们去地里接你爷爷奶奶回来过年。那咱家还没贴对联呢。家里边老人去世三年都不贴对联。啥都不贴？贴也可以贴，第一年贴白联，第二年贴蓝联，三年孝满了才能贴红联。哦，这是咱这的风俗，白联一般都不贴。来，凯凯，你抬前边，你爸抬后边。开开，起轿，走。
娘，这过年了，您的儿子媳妇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都托您二老的福啊。媳妇在这儿给您二老磕头了，保佑您的子孙平安健康，有钱挣，有饭吃。开开，嗯，老天爷老祖爷你没见过，你爷爷可是整整带了你九年，快给爷爷磕个头。爷，您几个月没听过开开念书了，城里的课本和你以前听过的课本不一样，我知道您最喜欢听开开念书了。过年了，我再给你念念书。是中华民族亿万子孙的盛大聚会，节日来临，无论千里万里，身在何方，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都要赶回自己的家乡，和亲人们团聚，贴春联，放鞭炮，吃饺子，走亲戚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，为自己祈福，为亲朋祈福，为天下所有的人祈福。爷，开开也为您祈福，祝您和奶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走亲戚去，二嫂。哎，你们也走亲戚啊？啊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。听说过完年，燕子和她姥姥就要去南方了，咱趁着开开在家，给小点找个人家吧。要不到回城，这开开又该过不成日子。我看也是，让开开找个同学吧。小点那么聪明，肯定有人喜欢他。我不送人，我要把小点带进城里。不是咱不想带小点，是那火车上他不卖狗票。火车站要是卖狗票呢？春运那么紧张，人多的都要挤死了，人票还买不来，哪会卖狗票？那要会卖呢？你要能买来票，我就同意你带。同意也买不来。俺班的朱亮帮我问过，狗是宠物，可以托运，一公斤3块钱。小胆，来，来吃。吃这个，小胆。好，小胆，好吃吗？小胆，来，开开。哎，把小胆叫过来试试这箱子合适不合适。哦，开开。嗯，哎，这包不用了，给小胆垫上。哦，把小胆喊进来试试。小胆，小胆，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。小胆，别怕啊，小胆。来，进来，进来吧，进来，带你进城呢。好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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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胆，来，进来。啊。还行吧。谢谢爸爸。小胆儿，
看这楼高吗？你数数，有多少层？这里的车很多，你想坐哪一辆，我给你买，行不行，小导？喂，叔叔，我是朱亮。哦，银行家呀，哎，开开，你电话。喂，朱亮。苏开，你不是说今天回来吗？到哪了？我们已经下火车了，快到家了。那我和小花到你家门口等你吧。好，好的。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，嗯，新娘好，新娘好，啊，新娘好，新娘好。不开，小短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不成，还带着狗啊？这是孩子的狗。小短，哎，这是世界银行行长朱亮，这是小胖，小短儿，小短儿。喂，哦，燕子呀，开开，燕子电话。哥哥哥，我是燕子。燕子，小胆儿，小胆儿，你们到城里了吗？我们刚到城里。你跟小胆说话吧。小胆儿，燕子。小胆儿，我想你了。哟，哟哟哟哟哟哟哟。哎呀，乖乖啊，大过年的咱可不辛苦啊。我就哭，我就哭，我跟小岛哭呢，你管呢？哦，姥姥不管，姥姥不管。哎呀，姥姥不管你了啊，你就哭，回头啊，姥姥给你买张火车票，咱坐上大火车到城里看小岛好不好啊？今天我请客，你们放开吃。你们的菜上齐了，小朋友，这是婴儿椅，是给人坐的，不能给狗坐。小岛今年多大？两岁多。那小岛也是婴儿。对不起，这是给人坐的，狗不能坐。那算了，小岛还不坐呢，小岛嫌坐硬。来，这块是给小胆的。小胆来吃。陆开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交最好最好的朋友，生死之交。为啥？你能贷款给狗打电话，说明你重情义，敢担当。交朋友就交你这样的。谢谢。将来我们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出手。放心吧，朱亮、小胖，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陆开一定会出手。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朱志毅，奇了怪了，我咋没听见声啊？就是，哎，你们看小胆。小胆儿，来给我。朱亮，给。小胆儿，你真行。不开，听说小胆儿特能找东西。对呀、啊，有回上课，我的笔丢了，我一看书包烂个洞，我说：“小胆儿，咱的笔丢了，你能找回来吗？”小胆儿扭头就跑。快上课了，小胆儿把笔衔回来了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从哪找回来的，咱们试试找找行不行？好，走，走。陆开，小胖，你们把鞋都脱了，混在一起，看看小脸能不能找到陆开的鞋。行。不行不行，我脱了我就穿不上了。为啥？因为我摸不到自己的脚。
了什么东西？我带了火腿肠，我带了牛肉干，我也带了火腿肠的。你呢？我忘带了，我下回补上。谢。下回记得带啊。你记得。啊。陆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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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能去你家看狗吗？可以，小胆又多了两个朋友嘛。小胆多了两个女朋友，小胆当然高兴了。不是多了两个女朋友，是多了三个的。小胆来，出来，小胆，小胆来，来，小胆来，来，我给你带了火腿肠，我给你带了牛肉干，我给你带了火腿肠，给你带了口香糖，我也给你带了口香糖。小胆，我今天忘带了，以后再给你带。小胆，你吃我的，小胆，你吃我的，小胆，小胆，别吵，机会寻找，把小胆自己选，肯定会选我的。小胆吃我的，小胆吃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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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开，吃我的。爸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小朋友们好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叔叔，作业我们都写完了，我们是写完作业才玩的。叔叔，您放心吧。哦，你们能跟开开做朋友，我很高兴。你们要多帮帮他啊，平时。嗯，开开在学校里表现得特别好，我们老师老表扬他的。是吗？行。你们接着玩，叔叔给你们做饭，待会儿都在这吃啊。谢谢叔叔。啊，你们接着玩。吃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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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胆真棒，看看，能让小胆把那个瓶子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吗？没问题。小胆，来，走。小胆，可回收物，扔在这里边。小胆，你明白了吗？那是我的水，我还没有喝完呢。来，我考验考验小胆，谁带笔了？我有。来，借我用一下。
小胆，看清楚了吗？现在我把它扔出去，你要把它给我捡回来。如果捡回来了，我奖励你半根火腿肠；如果捡不回来，可是要挨批评的。小胆，你闻闻，看清楚了吗？小胆，去捡去。小胆，我再扔一次。去捡去，小胆。高原，你这是欺负小胆儿。你不懂，这是考验。去捡去，小胆儿，捡去。小胆，你太牛了！小胆好厉害一场闻名世界的动物寻物大师专场演出，做几张易拉宝好好宣传宣传。朱亮，那得花多少钱呀？钱的事由我老妈负责，我老妈当董事长，我当总经理。那我呢？你们都是副总经理。他可不行，他会把我们公司吃垮的。等我们赚到钱，我们可以给小胆儿买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小胆儿才不会像你那样光想着吃，我们可以给小胆儿买两件漂亮的衣服，把小胆儿打扮得更漂亮。我们还是先把这件事情做好再说吧。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做易拉宝的。好，你和刘芳你们先去问问价格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演出呢？我们可以在公园的广场上，那里人多，到时候小胆不就成了大明星了？到那时候陆开也成明星训狗师了。那当然。陆开，嗯，你是副总经理兼训狗师？那我就做你们两个的经纪人。胖子，你不做副总经理了？我做副总经理兼职经纪人。你胃口太大了吧。没有这种胃口能吃出来我的体型吗？
你们谁是狗狗的主人？我。狗狗内脏损伤严重，已经没法医治了，我给它做了包扎，你们把它带回去吧。叔叔，小点可聪明了，不爱花钱。没有钱？我也有。我也有。小胆儿，爷爷说你上辈子是读书人，小胆儿最喜欢听凯凯念书了，凯凯再给你念念书吧，凯凯你念书你就不疼了。一天，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，对沃克医生说，我的眼睛被土匪打伤了，请您给治疗。沃克先生查看了他的伤势，冷冷地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